好，非常开心跟大家见面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我来做一个客串主持吧，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核心资产的问题。其实非常喜欢在雪球玩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这个朋友们在分析不同的企业，比如像茅台啊、爱尔眼科呀、牧原啊，那么等等。我们说在这个大家呢这两年都在探讨啊这个核心企业、核心资产。那么今天呢，我就代表大家呢就问一下我们这些大 V 们啊，就是到底什么是核心资产，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一个定义，这样的话便于我们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去给这个企业呢去做归类，好吧。咱们下面先问一下这个江辉老师。核心资产这个名词啊肯定是很难解释的，我用最简单的比喻跟大家说一下我认为的核心资产。核心资产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核心城市核心区域的核心房子。那么如果在股权方面呢，其实就是最优秀企业的最优秀的股权。那么如果再细致到我们投资这一块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些核心的龙头企业他们的这种股权。再细分一点，我呢平时在雪球里面说这个医药企业比较多，如果说在医药企业里面你再细分一下，那就是各个赛道里面的优秀企业。你比如可以把它分为这个医疗器械、创新医药，包括呢生物制药。那么从这个各个方面呢找出它最优秀的这种企业，然后持有这种优秀企业的这种资产。好，行，那么看看千和吴老师。这个大家好，我是千和吴，很高兴认识大家哈，谢谢你们。这个我是这么认为的哈，核心资产啊，在我这里哈，我的理解是极具核心竞争力的资产。然后这个核心竞争力呢，我的理解呢是我敞开来让你抄你都抄不走的，才能叫做核心竞争力。比如说这一次疫情啊，我们这个中国一开始不是有疫情嘛，包括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之后啊，很多这个企业呢，很多行业想整个从中国搬到东南亚，搬到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去啊，但是你会发现搬过去以后没一段时间他又搬回来了啊，因为中国在这一方面在产业链的完备性上面是我敞开来让你抄你也抄不走的。然后中国人的这个勤劳和他的这个素质是让其他的国家就算你知道我是这么做你去抄你也抄不走的。那拥有了这些条件的特征的行业或者说企业，我认为就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然后可以被称之为核心资产的，好不好？谢谢啊，就是核心竞争力是吧。下面我们听一下 VK 老师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之前在直播里边呢跟球友们讲过很多遍，就是看过直播的球友呢应该都知道我之前讲过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来投资是干什么的，我们来投资是赚钱的，对吧？所以在我的概念里边呢，核心资产呢就是能给大家赚很多钱的这个资产。那这个话题就要演变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样的公司能给投资者持续的赚钱啊。那我是这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就是如果各位去看一个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比如说你看那个巴菲特那个公司，它是不分红的啊，它是不分红的。所以我后来我仔细琢磨了很久这个事儿，他们也很看重那个 ROE， 看重这个净资产收益率。所以呢我们仔细去想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一个公司能够给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个本质呢，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每年赚的这个钱啊放在公司，就像一个银行利滚利一样，他能够把留在公司的钱创造远高于社会无风险收益率的这么一个收益率的这种公司。所以呢这里边就会有两个因素，我在以前直播里边也讲过。第一个因素的话就是巴菲特讲那个要一定要看 ROE 啊，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讲过芒格说的那个，说如果我只能看一个指标我就看 ROE， 但其实那个部分呢少了一部分，就是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如果一家公司 ROE 很高，但是每年赚的钱全部分给你的时候，你的收益率其实只取决于你买入时候的那个市盈率的导数。各位可以仔细想一下这个问题。所以呢这只是第一个指标，就是确保这个公司每年能把留着的钱赚更多的钱。这很容易理解嘛，你去找一个银行的时候，你找一个5%利率的银行还是6%利率的银行，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要看一个，我自己个人会看一个东西啊，就是看那个分红的比率。那这个分红的比率低的时候呢，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公司愿意把这个钱留在公司
去享受，继续享受更高的 ROE。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他要能维持这个远高于社会无风险收益率的 ROE。 所以呢，我自己就做了一些这种指标啊，做了一些这种指标分析了以后呢，我发现效果很好。效果很好是两个角度来看的。第一个角度呢是理论角度，就是我做了一些分析啊，就比如说我把这个我去模拟几家公司啊，在这个市场对它的这个判断，也就是 PEPB 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我把这个我刚刚那个比率，就是 ROE 除以分红比率，这个比率去跟股价的涨幅做一个关联，你会发现这个相关系数呢可以达到 0.95 以上啊。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它本质上就是我把这个钱留在公司赚更多的钱，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逻辑。所以数据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点也不意外。第二个的话，就是各位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回去按照这个比率去筛一下，就是 ROE 和这个 ROE 除以分红比率。十年里边，如果比如说七年以上能够，比如说 ROE 20%以上，那个比率能够0.4以上的话，你把股价的涨幅拉出来看一下，你会发现我拉了一下，大概有十几家公司股价的年化涨幅基本上都在20%以上。所以对于我来说，核心资产的概念就是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它能够帮我持续的多赚钱。那具体的标准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标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的话效果还不错啊。这就是我个人对于核心资产的一个看法。好，感谢各位对核心资产的判断啊。其实我忽然想起了刚才这个在台上的这个林元老师啊，林元呢，这个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吧，林元就说了一个，就投资跟嘴有关的，跟嘴有关的一般有什么呢？吃的、喝的、药，这是他十几年前的一个大方向。那么经过这十几年的检验呢，林元的基金呢能够成为 A 股整个这个私募里面它的这个年化复合收益率是相当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其实我们不妨去考虑，其实他买的这些也够核心啊，是吧？一会儿咱们聊完大家就该吃饭了，是吧？这少不了。所以说呢，这个核心的这个资产吧，反正我个人呢，包括去参加茅台股东大会吧，作为一个茅台的小股东呢，其实也非常希望这个公司好。那这中间呢，有时候呢也比较呵护自己的资产，会提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另外一点，我的想法就是有些核心资产呢，它可能持续的时间非常长。那么像白酒啊，在球球里面我感觉比较就是热度比较高的，不管是茅台啊、牧原啊、爱尔眼科呀，对吧，包括这个招商银行啊，有一些核心资产他们这个跨越的周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如果站在我个人是20年的投资这个经历，那站在这个阶段来看呢，其实有时候大概过几年，有些核心资产它会发生一些变化，对吧？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下一个话题呢，咱们就继续围绕就是为什么要投资核心资产。刚才大家呢既然给到了核心资产的这样一个大概大家的理解，有讲竞争的，有讲它要赚钱的，对吧？有讲它类似于房地产一样。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投资这个核心资产？那么因为我感觉，包括我和江辉，我们俩是好朋友，起了这个名字价值远航。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包括来球球上，今天刚才做一个小采访的时候，我说有时候白天我不怎么看球球，为什么呢？白天有时候我感觉好像球球里面有一部分类似于古巴，它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但是到晚上，哎，我发现这就好像变得很聪明的和智慧的人来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所以白天我好像交易时段我很少去刷，因为都是那些啊涨了跌了。那这里面就面临这个核心的问题，大部分的股民来到这里，你可能听到啊林元人家价值投资大师等等，那我们说投机和投资，或者说价和值，价格和它到底有多少价值，它本质上是两种事情。大部分上我觉得雪球来的一些朋友其实有可能是想投机的，对这些核心资产根本不感兴趣，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分析，有人说那你讲这个中国这个白酒股，那可能你就是要高位骗别人的。其实这个完全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里我们今天想聊聊，就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核心资产股啊？当然只是建议啊，就是为什么要去投核心资产股，那么有什么样的理由，对吧？咱们这次从千和吴老师开始吧。这个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核心资产啊，它是有着很深刻的那个护城河的，它的护城河呢又深然后又宽。一般呢会有三种情况，就是会产生出这种又宽又深的护城河。第一种嘛是有一些法律法规，
有一些专利啊，有一些国家秘密配方等等的，这是一种。当你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啊，你的竞争对手想要去突破你的护城河，想要侵蚀到你资产的时候呢，它会变得特别难啊。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我认为是，它有核心的团队啊，这个团队它可能就是这个行业真正的大拿大牛，然后呢，或者它有特殊的地点啊，比如说你像茅台，它出了赤水河，它就酿不出茅台啊。第三种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啊，这个我之前在文章中讲过，我说善攻者是在九天之上，善守者呢是在九地之下。还有一种这个防守的方法呢，叫做隐形冠军啊，就是我如果不做投资啊，我这辈子我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有一些建材的公司会那么的赚钱啊！我不做投资，我根本就想象不出来。以前我们做实业的时候，根本就没了解过怎么做防水、做石膏板、做玻璃纤维会这么赚钱啊！直到我去做了研究，开始研究他们的财报，研究他们生意模式以后，才发现哇，这个真是让我吓一跳。那么，这种隐形冠军这种市场呢，我把它叫做就是业内叫佛龛市场。就像如果有家里有那个佛龛的话，一个佛龛呢，它里面只有一尊佛啊，刚刚好，就再也摆不下其他的佛了。所以呢，这种佛龛市场这种利基市场呢，就很容易出现绝对垄断的企业，在这个行业中绝对垄断的企业，动辄就是30%、50%、60%的这个行业的占有率。而因为它特别隐形，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反垄断呢，其实也不太会去碰它啊。你知道，像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企业做大了以后，反垄断法就在盯着你。但是有些这种利基市场，这种小的行业的，你做到市占率30%、50%、60%，那反垄断法也跟你是无关的。所以这样的话，作为这种公司的股东，就会有很长期的回报，而且比较好的回报。那熟悉千和屋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做长寿投资者研究开始的啊，我做了很多关于长寿投资者的研究，以及很多关于长寿企业的研究啊。这种企业在日本和德国在欧洲那边很多的啊，我发现他们很多企业都是拥有一个很小的利基市场，或者说拥有一个很小的佛龛市场，然后呢自己做成隐形冠军啊，然后就拥有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然后市占率达到30%、50%、60%啊。那我认为这个是我选择要去买核心资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好不好？谢谢。 好，下面微给。好，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的，就是刚刚接着刚刚我说那个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讲，就是核心资产呢可以帮我们赚很多的钱，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理由嘛，对吧？从这个过去的股价来看，从逻辑上来讲，从这个数据的一些分析来讲，包括刚刚千和欧老师讲了很多的这种就是竞争优势的这个话题啊，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可以帮我们多赚钱。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自己把这种就是对于公司和这个投资啊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呢，我把它总结为叫什么呢？叫做上虚下实。上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会凭空的创造一个很好的收益率的，我们有一个时代的背景，这个各位也都了解过，巴菲特也都讲过，对吧？他能获得这么好的收益率是因为生在了那个年代的美国。然后我个人的看法是呢，作为我们身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投资人，我们真的是特别幸运的一批人。就是各位应该也都这个经济学上的这个讲的这个刘易斯拐点之后啊，中国的大概是黄金的20到30年的这个消费社会，中产阶级崛起的这个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它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所谓的叫核心资产也好，叫优质公司也好，总之它会有一轮这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公司的牛市。我不敢说股价一定能反映出来，但是公司，中国的公司在未来的这些年里面呢，一定是非常伟大的。另外呢，各位我们在场的大家也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各位去国外旅游的时候，你们应该有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不管你是到欧洲、到东南亚、到其他的地方去，你会发现中国人是最勤奋、最刻苦的一帮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大的环境背景下，有这么这个我们叫勤劳可爱的一群中国人在做企业，这个事儿他不可能做不起来的。所以呢，核心资产你要找到这个好的这些公司，将来一定能赚大钱啊！这是我讲的这个上虚。下实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分析公司的时候啊，我个人认为，至少对于业余投资者来讲，还是要自下而上去看公司的。因为自上而下的时候啊，你从整个行业往下看的时候，你很难看明白很多事情的。而且就算你看明白了，从行业到你的公司，这个中间还有很长的链条啊。所以这是我讲的这个上虚下实。第三个，我想跟各位分析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要投核心资产。 A 股里边大概4000多家上市公司，如果我们每一家都去覆盖，你是绝对覆盖不到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投资这种所谓的核心资产啊，它至少有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呢，你是非常聚焦的，对吧？比如说我每年我就是把那个名单拉出来，大概10几家公司，去除掉已经买入的几家，去除掉去年分析过的几家，可能每年也就是分析个5、6家公司，把这5、6家公司搞清楚了，我今年的任务就完成了啊。这是第一个，非常的聚焦。然后下边呢，你会发现你的交易是非常少的。各位如果是老股民的话，你们都清楚一个道理，你的交易越多，犯错误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神仙，都会犯错误嘛。你交易的次数多了，犯错误的可能性自然就越大了。然后呢，你的摩擦成本也会更少。各位可以回去算一下你们券商的那个成本，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另外一个，最后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作为投资人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我们的情绪会波动。所以如果你确定自己选的是所谓的核心资产，是能够将来持续给投资者带来回报的，你的焦虑感会非常非常的降低啊。就是你就不会像老师刚刚讲的那样，就是白天看了那些这个消息以后心里很焦虑。就我个人来讲，我是基本上不看股价的啊。雪球有时候白天看一看，但基本上我是不看股价的，因为我知道我买的那些公司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核心资产的原因，尤其是普通个人投资者啊。这是我的看法。好，江辉老师谈谈你的看法。那个我也补充一下，因为两位老师都讲的比较全面了。其实呢，我认为呢，为什么要拥抱这个核心资产，其实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就是大家都说啊，复利呢是世界第8大奇迹，就一个很小的一个收益率啊，如果说呢你给它赋予更长的时间，其实它的威力是很大的。那么刚才启明老师也说了，这个林元先生呢，他20%收益就已经是国内属于这个私募界的最好的这种收益之一了。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就你每年如果说能够有26%的年化收益，3年是翻1倍啊，5年是翻2倍，那么10年呢，你这个就收益呢就可以翻10倍，然后呢你20年呢就可以翻100倍，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算。那么也就是说你有10万块钱的话，那么在这个20年之后，如果年复合收益达到26%，就可以达到1000万。如果100万的话，就可以达到1亿。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我们去回看一些这种核心的优秀这种资产，包括呢，我刚才一开始为什么说核心地段的这种房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你回头去看，如果说从你开始去关注的价格投资，然后持有，然后呢给它一定的时间，那么最后呢它产生的收益是很大的。那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茅台上市到现在，基本上是截止到2019年，那么年复合收益是超过30%的，我说是市值啊，到2019年。然后呢你像片仔癀、爱尔眼科、恒瑞医药这几个公司，就是你在它上市当年的最后一天买入，然后持有到2019年最后一天，年复合收益都是超过26%的。所以我们呢就是拥抱核心资产呢，其目的在什么？因为这个企业它能盈利。刚才我们说它是市值在增长，但如果说你去看它市值增长的背后是什么，是它企业本身的盈利能力也是按照这个速度在增长的。所以巴菲特曾经好像也说过，就是什么，如果说你短期看一个企业好像它那什么 企业的股价和企业的净利润或者现金流呢应该关系不大。你比如像今年整个受疫情影响，你说这个茅台啦，这些好的优秀企业包括医药企业啊，都涨了翻2番，但它收益，但它净利润能够翻2番吗？它翻不到的啊，翻不到的。但如果说你把它时间周期拉长5年、10年、20年，你会发现呢，这些企业最终它的市值的增长和它的
净利润的复合增长基本上是相当接近的。那么优秀的核心资产呢，它就能够体现到这一点。那么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优秀企业，包括尤其是像这个医药类的，那么这些企业呢，它从一开始到现在，那么也符合我们刚才其他三位老师说了，有这个核心竞争力啊，有这个垄断的优势，有呢它这个宽宽的护城河，别的企业呢根本无法进来，那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它都存在。那么其实往后发展呢也是这样，那包括刚才老师提到这个有这个如果说企业做大啊，还有这个反垄断法等各方面，那事实但是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行业在发展过程里面都是要往这个头部去集中，你包括像集采其实也是一样的，你集采最终的目的呢，其实还是把一些落后的或者不先进的或者说你纯仿制的这些给它挤掉，那最终呢一定会集中到这个龙头里面去，而龙头呢在某些方面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资产，所以我呢是用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寻找这些核心的这种龙头企业和核心资产。好吧，好，那么作为我来说呢，我为什么来球球，包括大家为什么今天牺牲休息时间来雪球学习，那其实我仔细观察了雪球当中的不同的这个投资人，其中有两位呢我是特别的欣赏，也是我觉得雪球这个平台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它在国内呢它有一点现在是其他平台都无法比拟的，就是这里真正有一批买股权的人，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有些朋友你慢慢在雪球时间长，你会能够感觉到有两位这个雪球上的一个大 V， 我刚来的时候我把他们所有的文章都打印出来了，也有球友给他整理出来了，一个呢叫乐趣先生，上去年来参加过，还有一个叫任俊杰先生，他有一本书叫穿越奥马哈之雾，那么这本书不是在国内很就是特流行的那种价值投资书，但实际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个价值投资的七层塔，其实价值投资的核心底基就是买企业，就是买股权，就这一点中国绝大多数包括现在我觉得我所看到的财经平台没有像雪球一样这里有沉淀出来买企业就是买股权的这批人，对吧？这是我觉得这个平台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让我们在这里玩的一个吸引点。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比如你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你所能看到的，在平时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基本上是经济学家呀，这个基金经理啊等等。那么我觉得价值投资其实得有两类人，一类是长期的股权投资者，这个在雪球上非常多见，比如长期投茅台的有一批，长期投牧原的有一批，长期投爱尔的有一批，长期投招商银行的有一批，对吧？那这是我们看到他们是长期真的是把这个企业当成他自己的公司。那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是季度价值投资者，国内大部分的机构因为钱不是他的，他是季度价值投资者，所以对于短期的经济数据，企业发生的短期变化他就非常在意。所以我又跟江辉我们聊，就是说会发现这里面有些人买了这个企业就是个死多头，他真的把这个核心资产是要传世到下一代的，这在其他平台上是绝对很少见的，但这里确实有。也是大家在看这些这个大 V 们的文章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什么呀？你要给他贴标签，有一些呢他真的是当股权，这个股票涨和跌你到他这儿来找答案，答案是什么？答案一直就是看好，这是我们大家去注意的。但有一些呢他可能这个季度是这个板块，下个季度就是下一个板块，所以你在看待这些包括在雪球玩的时候，包括之前我在雪球上做一个直播，我说我如何去使用雪球，它没有一个教程，但是呢我觉得从我自己的体会来看，我会给他们来去分类，对吧？如果您仅是讲经济的，那你要真感兴趣你就看经济。所以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呢，你明白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大家一看你说那爱尔啊茅台啊这些都涨了这么多，我知道它是核心资产，但它太贵了，是不是？这是普遍，包括有人说价值投资讲谁让你这个位置去买茅台了，这个位置太贵了，对吧？那么太贵的问题导致大家，我就是知道核心资产，你们说的深圳房价好不好？好，太贵了买不起，对不对？那么太贵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叫时间。那么我们就以现在这个时间往后看，过去咱就不讲了，早知道20年我们钱都来深圳买房子了，那不是没那么多早知道吗？那我们说现在各位也都谈一下，就是从现在往后你怎么看核心资产，或者说更直白一点，我就代表大家球友们一般问的问题。上次爱尔眼科的董秘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说这个爱尔眼科能不能买吧，投资人就直接问董秘了，
是吧？那各位呢，咱们就问吧，现在有什么核心资产能买的，或者你们怎么看好不好？好，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对吧？我这人说话比较接地气，那就是这就上干货吧，好吧？时间五分钟，干货好了。从谁开始呢？从魏给老师。好，那我就先开始。接了个烫手的山芋，干货啊，别废话，干货啊。对，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各位关注我的那个雪球的话，你们会看到我从头到尾讲的都是那几家公司，就是我的那个名单都在那里放着，我自己的那些公司也都在那里放着。然后呢？说说谁呀？啊？说说吧。不是，是这样的，我仅供参考啊，咱们这是分享企业。对，我的那个持股呢，就是在那里放着。我核心的持股的五家公司呢，就是茅台啊，2014年买的，然后格力去年买的，然后呢万科也是去年买的，然后招商银行2015年买的还是2016年买的，最后就是双汇，大概是也是2014-2015年买的。核心持股呢就是这几家。为什么我不急于回答老师的问题呢？是因为我持有这几家公司并不代表说，我说各位你们现在赶紧把手机拿出来，明天开市就买了。是因为刚刚老师讲的那个点非常关键，就是什么样的价格是关键的。就比如说还拿刚刚深圳那个房子举例子，房子很好，大家都知道深圳的房子好，但这个价格是不是合适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在现在的价格去买这些公司，但不代表我认为它是高估的，只是说我不会在这个价格去买。然后我还是想讲一讲，可能有点虚，但是可能还是我觉得对各位会有帮助的东西，就是说大家以后呢去选这个核心资产的时候呢，你还是要自己有一套标准，不管你是像我这样的一些量化的标准，还是像其他几位老师讲的这种标准，你选出来一堆公司以后呢，这些公司放在那里，你就要去理解它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记得我上次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就是你看，如果你把很多公司的过去的 ROE 拉出来很高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它到底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么高的 ROE， 而不是像我们很多人正常人的情绪反应一样去抗拒这个东西，说格力这家公司很一般，茅台呢腐败，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房地产马上要结束了，然后呢双汇已经过时了，银行呢风险很大。大家一定要去试着理解过去它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么高的收益率，然后呢在很保守的情况下去理解未来它是否能获得这样的收益率。这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今天听不到代码，但是呢这些东西是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过程中去逐渐的去提升的。否则的话，就算我们告诉各位一个代码，我相信各位可能回去没几天涨个30%-50%又把它卖掉了，因为那不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就如果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最近分析的这几家公司呢，我之前也都写了我的买入价格，最近分析的就是海康、万华啊，最近在看那个伊利股份啊，这是我大概个人的一个情况。那我对自己每年的要求也不高，如果一两年我能发现一家，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很抱歉，这个环节我并没有能直接告诉大家一个代码，但我觉得我告诉各位的这些理念呢，确实也是非常有效的，好吗？好，学好了。我觉得雪球的粉丝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不会只抄代码的，对吧？所以你不用害怕，赶紧加关注啊！直播一般都要加关注，这样才能看到他的这个分析表格。好，下面一位，啊，这个。我是绝对不会买贵的东西啊，我绝对不会买贵的东西，这个苦命人就苦命人，是不是？估值高了我肯定不买。所以我所有的买的标的都是正常估值甚至是低估的啊。那我买过防水的一家企业，然后它是2018年10月份的时候跌到历史的最低的估值，大概是10倍左右啊，然后一直买，买的都没有现钱了，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涨。那我对这个东西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有一个水池啊，这个水池的水啊如果不够深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高台跳水跳出漂亮的动作的啊。就如果你是浅水区，是浅水池，你是没有办法跳出漂亮的动作的。但是呢浅水区啊它淹不死人啊，所以我买股票是低估的股票呢，至少它不会让你的本金有永久性的亏损。但是如果你买的股票是很高的股票，当它的增长一旦停滞，甚至不增长的时候，甚至亏损的时候，那个杀起估值来的那种凄惨的那种样子啊，每一位投资者一定会记忆非常非常深刻。所以，我自己投资，我在雪球写过一篇文章，当时
也是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就是我说这个高就是高估和就是这不是巴菲特讲过一句话嘛，就是说别人问他这个高估低估的这个股票啊，那我自己觉得啊，成长很重要，但是一定要配合好的价格，而不是成长很重要然后我很贵去买，这个在我这里是通不过的。好，明白了，好好，时间关系啊，就是好企业好价格。好，江辉老师简单总结吧，时间有限。简单一下，那么第一句话是这样，就我在小区里面写文章经常引用一句话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一个企业它今年的净利润增长是25%，那么但是短期的股价呢涨幅超过50%，那么那25%呢是市场先生暂时放在你口袋里面随时可以取走。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刚才所说的看好的这些核心资产大多数都是我们现在正在持有的，那你这个时候呢非要一定说代码的话，那还是我们平时在雪球里面写文章里面这些优秀的企业。那么你要不要上车取决于现在市场先生多往你口袋里面放了50%甚至100%的这样的利润，你愿意不愿意让他拿走，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愿意让他拿走，你随时可以上车，但如果你不愿意让他拿走，你就别上车了，因为这是他暂时寄存在你的地方了，他想要他就可以随时拿走的。所以说代码呢还是回雪球上看我们的文章，我呢主要就依照这几个赛道里面几个核心企业大家去看，其实也都看出来了。包括呢我做直播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就聊到像爱尔眼科了、恒瑞医药了，以及去年12月份呢写到片仔癀，当时这个同仁堂提价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说了片仔癀提价在路上，对吧？那个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提价呢？你不知道，但是你只要掌握这个企业的核心逻辑，它又是你的核心资产，然后你简单的对它有估值，那直接你去上车都行了。什么时候涨不知道，但是企业是好的，涨是迟早的，好吧？行，总结一下，好企业需要好价格，两位都是比较重视安全边际的。那我个人呢，简单做一个总结吧，因为咱们这个论坛的主题呢是核心资产的未来。其实我很多朋友都说这做投资能不能抄作业啊？后来我有一次在雪球上居然发现，这个段永平这个大佬也抄作业，抄谁的大家知道吗？有朋友知道段永平这个大师还抄作业，抄谁的呢？抄了巴菲特的。哦，我得出一结论，哦，原来作业可以抄，关键看您会不会抄。那么从2017年开始，我认为中国的这个股权正来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时代，类似于房地产的这个时代。那么我们看到2017年之后有一批非常聪明的资金进入到 A 股市场，所以我个人在分析优秀企业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参考一下这个机构的这资金的行为，那么叫外资。那外资目前重仓1700亿的茅台，重仓700亿左右的美的、格力，所以我觉得这批资金呢给大家没表了，就是您回头翻翻外资重仓的前20只优秀企业，它动态会变化。那这些企业我觉得可以缩小你的这个投资研究圈，而这些企业普遍都是我认为的不错的核心资产。那我们希望呢，最后呢，我们和雪球一起，和这些聪明的投资者一起，跟随伟大企业做时间的朋友。谢谢大家。